大家好，我是 Frank， 欢迎大家来到费诚勿扰。大家好，我是那个一号男嘉宾嘛，然后女嘉宾好，然后观众好。我今天上大三，我的专业是政治学跟 East Asian Languages 和 Civilizations， 然后我的主修就是中文。谢谢大家。人声鼎沸，连在一起的酒吧可没有停车位，陕西路边摊嘛，早已排起了长队，有人穿着西装笔挺，拿着心爱的玫瑰。有没有什么想对你的心动女生，并且也是为你面谈吗？没有面啊，所以就是在一起了呀。对对 okay, 对对，还有为你留灯的二号女嘉宾有什么想说的吗？就是其实我们之前也只是一起上数学课的朋友而已，然后今天他对我一番质问让我很失望。台中央以及文三号三家微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作为一个大一的新生进到兵大以来就觉得他也是非常的乐观，非常的积极向上，然后我觉得这个在兵至少在兵大在这个community 里面是比较难见到的，所以那个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好。对，好，然后我也希望可以跟你共同分担你的一些压力，然后微笑亲密的生活。四个男嘉宾之后，还是100%的成功率。下面有请我们今晚的最后一位，也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位研究生男嘉宾，然哥。大家好，我叫林浩然，我那个来自兵大设计学院，我在那儿读研究生。我今年已经25岁了，可能大家不太看得出来，觉得我可能还只有18岁啊。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You think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 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or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up And baby I'll be moving on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t